来自美国16个部门以及来自中国大约20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在华盛顿召开战略与经济对话。在经济轨道方面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开幕式上用中文说，美中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 In Chinese it reads 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他说，双方现在合作扑灭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野火，但也面临挑战。美国专家分析说，美国关切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市场进入等问题，中国则希望美国放松对华高科技出口。在战略轨道方面，美方计划讨论包括伊朗、北韩以及能源安全等问题。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强调，双方合作至关重要。他感谢中国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率领中方军事官员与会，期盼这有助于降低双方错误估计。克林顿说，因此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，看到双方军方的高层官员首次参加了我们的这种对话，他们将和文职官员一同来讨论我们能够如何减少误解和误判的风险。美国副总统拜登特地出席开幕式，一方面拜登说，奥巴马总统把拓展美中合作列为首要优先。另一方面，拜登说，美国将延续近两个星期前美中人权对话中美方所关切的议题。在人权方面，我们有严重的分歧。我们关心地注意到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一些打压行动，包括这些记者、律师、博客、作家和艺术家的袭击、逮捕和他们的失踪。率领中方代表团的包括中国副总理王岐山以及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，两人强调美中相互尊重、和谐相处、合作共赢的重要性。中美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既面临着共同的挑战，也面临着合作的机遇。围绕确保经济复苏，两国之间政策措施既有互补，亦有碰撞，但合作的利益远远大于竞争的分歧。美国副总统拜登以自己的侄女学习中文为例，指出美国总统奥巴马所推动的十万强计划，也就是希望在四年之内把十万名美国学生送到中国读书，能够成功落实，以促进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。另一方面，会场内的气氛是追求合作，却也讨论分歧。会场外一些抗议以及欢迎的民众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、莫敢生的采访报道。